连接空压机气管，打开空压机，这个滑动开关。那调机的时候呢，是先把这个气源关掉，这个是调整夹屏的这个宽度，这个同步带这个夹屏的这个宽度的，是手轮，这个调整瓶子夹屏的这个高度，两边都可以调整。这个宽度，这里有个调这个手柄，瓶盖的宽度调这个手轮，调到刚好比瓶盖大概小两毫米就可以了。中间压盖的这个装置一定要压到瓶盖，调整上面这个手轮，调整上面这个手轮，调整上面这个手轮，压到盖子。调这些方面的时候都是要关掉气源，调整好了以后再打开气源，调整好了以后再打开气源，打开电源开关，机器程序要跑一下。中英文界面，按自动，按启动，就可以了。挂上瓶盖。